隻腳咬到變形，巴里大鑊了，出事啦！力争英超前四嘅热刺有主力伤出啊，主角仲要系今季 fit 爆嘅加利夫巴里添。前日欧霸八强首回合主场斗巴素利，热刺落后两球攀平，完场前巴里争波嗰阵失平衡，又足广咬柴咬到变晒形啊！巴里即时倒地，场面咁震撼，领队波瓦斯都呆咗。点嚟点去嘅巴里最终被抬离场，暂时未知要唞几耐啊！但肯定呢个礼拜斗唔到爱华顿啦。同样争英超前四嘅车路士就有猛将复苏，佢在费托，凭佢入两粒，车路士欧霸八强赢波，主场以3-1赢咗鲁宾卡山，